警方盘查男子，从他身上搜出衣服、包包等各式各样的物品，但这些东西都是他偷来的。原来这名嫌犯是商场大盗，锁定台北信义区和南港区下手，让店家不堪其扰。好在这回终于落网，起获各项其他商场所窃之赃物，小至袜子、杯子，大至玉子烧锅、手提音响。赃物总计达26项之多，受害店家则遍及信义、南港区一带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名赖姓嫌犯在行窃的时候早就引起店员注意，店员是赶紧来报警。而这名嫌犯是无所不偷，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了袜子、杯子，甚至还有手提音响等赃物的总数呢是高达26项，甚至还有部分店家是在警方通知的时候才知道商品被窃。后续呢，这名嫌犯也是被警方依窃盗罪来移送侦办。